你用吗？我用的。你用的。那这样子你走路，你的东西才不会掉出来。哦，谢谢你，你好贴心哦。东明早安，你在干嘛？小将军，哎呀，这什么意思？将军在干嘛？将军在睡觉。是吗？将军睡觉、哦。嗯。湘琴睡着了，哎，小宝宝，起床了，我们要出门了。嗯哼。那你要干嘛？妹妹等一下陪我。你要再躺一下，还要芭比陪你躺一下啊？你陪我好了。陪你躺一下，一下啊，啊，一下我们要出门了。好。嗯。湘琴早安。嘿嘿嘿，我说什么？先吃芋头馒头。可是这个的芋头不要掉了。对，你上面吃掉地头那边的啊，已经 OK 啦。芋馒先吃掉。你的芋馒。肖永群的早餐。里面有什么吗？芋头啊。里面有什么？哦，芋馒。没有什么啊，馒头，芋头块，芋头就是芋头啊，那个芋头你知道吗？芋头的芋头。里面有什么？我已经说了。有什么？君君，好好的吃早餐哦。等一下有什么？吃完有什么？有饼干 ？No no。啊，糖果 ？No no。棒棒糖？没有 ，No no。棒棒糖果 ？Cheese。不对。你没有要吃 cheese 啊？能不能？好吧。牛奶会有泡沫啊？牛奶有泡沫啊？嗯。然后我牛奶会有大颗泡泡沫。哎呦，真的耶！我牛奶好奇怪哟，太奇怪了。啊，你的豆豆，等一下哦，芭比，芭比。我乖。好，你去拿豆豆。嗯。那个苹果豆豆就可以了。嗯。好，我们准备吃饭，吃晚餐。你拿太多了，一个豆豆跟一个垫子就好了。你瞧，今天晚餐有，来，炒饭，然后还有昨天的那个鸡汤、青菜、水饺。帮我吹吹。好，然后君君说想要喝牛奶。都对焦。好。小。嗯。金。对。鱼。对。桃。嗯。肉。嗯。乐。没错。小。对。金。这个金是哪个金？这里。这里是哪里？不知道。妈咪的金啊，妈咪叫什么？不知道。你不知道妈咪叫什么名字？嗯。妈咪叫什么？不知道。那芭比叫什么？不知道。那你叫什么？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嗯。嗯，好。小金。嗯。鱼。嗯。桃。嗯。肉。乐。对，没错。
金鱼逃走了。小金鱼在哪里？在这里，鱼缸里面。风，风，我说鱼缸里的风，它去哪里嘞？它去哪里嘞？小金鱼去哪里了嘞？窗户上面。对呀、啊。它在窗户。啊，它在窗帘上面。嗯。它的爸爸妈妈嘞？还没啊。哎呀，又逃走了。风。嗯，风。前的绿。绿。逃走了，逃走了。小金鱼躲在哪里嘞？花盆里面。哦，找找找找找。哎，这个花盆没有哎。我在找这个咖啡杯，我在找这个花盆。哎，我在这，这个花盆有没有？哦哦。那个花盆有没有？我对过了。哎，没有哎。它去哪里了？去哪里了呢？哎呀呀，又逃走了。嗯，不。我要出门去哪里？对呀，去哪里呢？他的爸爸妈妈呢？还没啊，他在找啊，他没有找到，现在他躲到哪里去了呢？饼干里面。嘣嘣嘣嘣，哎，没有哎。我在看饼干里，我觉得有没有啊？对啊，那这里吗？这是什么？圆圆糖果。这里有没有啊？没有。这里有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哎。这里面也没有啊！哎，在哪里呢？嗯，啊，又逃走了。他在这干嘛？他在拿叉子，要叉，准备要叉草莓的时候，哎呀呀，又逃走了。嘣！这什么？这谁呀？那个是小男孩吧？是哪个小男孩？可能是你呀、啊，是吗？不是你呀、啊，我还以为是你。嗯，不是你的手啊。哎，小金鱼逃到哪里去了嘞？在里面，它躲在这颗圆圆的球里面呢、啊。哦，我说它没有啊，是在里面吗？垃圾桶里面吗？有没有啊？嗯，都没有，在抽屉里吗？对，有没有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嗯，好，那再找找看喽。哎。金鱼躲在哪里呢？火车的里面。嗯，没有哎、欸。大象后面吗？对。咚，哎，没有哎、欸。大象的肚子。哦，有吗？对，有。躲在大象肚子里面呢、啊。嗯。小金鱼是哪一个是真正的小金鱼呢？这只胖的吗？这只吗？嗯，对了，胖胖的吗？对，胖胖的小金鱼就是他本人。这个是镜子里面的小金鱼。嗯，有点圈圈的。嗯。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小金鱼也找到他的爸爸妈妈了，然后也找到他的阿公阿嬷了，还找到他的婆婆爷爷了。那小金鱼不会再逃走咯。我烤的蛋糕那么好吃，很好吃吧？阿姨，那我奶奶要喝哦。好，妈咪走了，拜拜。妈妈，妈妈拜拜。你用的吗？你用吗？我用的。你用的。才会掉出来哦！谢谢你，你好贴心哦，谢谢。好，那我走了，好，拜拜。要带雨衣到吗？嗯，不会，我带雨伞。OK， 好，拜拜。